各位同心，大家较早，大家好。三天的训练，安那有忝无？未忝。我是感觉足忝的。啊，暗时困会去无？好困的举手。啊，无好困的举手。拢嘛困未去，假讲好困，我爱相信你拢，你拢我昧着良心胡白讲话。真的吗？倒立就睡，遐厉害哦！可能昨天哈、哦，昨天因为上课为七点半到暗时十点哦，迄当然可能真忝啦哈、哦。不过我甲各位报告哈、哦，这个法律的这个论述哈、哦，是68年来咱台湾人头一摆，即马才发现。本来咱过美国的时阵哦，美国透过书哈甲咱讲，伊讲美国本地是要甲咱骗100年。啊，那叫骗100年哦！咱台湾已经无救啊，因为大量的中国人来台湾，甲你滥，啊，搁一方面用教育甲你骗。迄个时阵啊，台湾人的迄个价值观哦，啊，个意识拢无去啊。所以啊，真好佳哉哦，这是老天保佑吼、哦，互咱伫台湾多60年，都我一家住一甲子的时阵哦，发现了台湾真真正正的国际地位。啊！伫120年，今年拄好甲午年，拄好120年的时阵吼，甲午战争恁知影嘛吼？知影甲午战争的举手，就是清朝甲日本帝国战争的《马关条约》对，嘿，过当年就签《马关条约》。啊，今年拄好120年的甲午战争了。啊，这个60年的时阵哦，咱拄好发现，这毋知时机毋知是。老天爷注定啊，是讲拄好迄个时间哦，互咱发现。所以拄啊60年的时阵啊，你甲看咱2006年控股美国嘛，所以拄啊算算拄好60年，那才拄好。啊，所以讲起来吼，即个冥冥之中吼，即个老天原来有伫保庇台湾呐。所以台湾确确实实一个宝岛。他拄啊，恁来报道的时阵吼，就马上先发两个公文互恁看，一个就是台湾民政府。流亡中华民国的啊，内政部呢，咱都有人甲问啦吼，有一个啊，做美国人叫做 Paul 甲问讲，啊，台湾民政府，咱知影吼，台湾民政府原来咱叫做台湾平民政府，为什么叫平民？因为英语叫做台湾 Civil Government，Civil Civil， 台湾 Civil Government。啊，那要甲翻译哈，变成台湾平民政府，平民呐哈，平是公平的平，啊，人民的民啊，台湾平民政府是后来因为美国跟咱接触以后，美国跟咱讲，美军要进到台湾的时阵哦，因要叫做台湾军政府，本来是叫做台湾军事政府 ，U.S. Military Government，Military 军事 Government 政府，美国军事政府。但是因希望讲吼，减少一个字叫做美国军政府，啊，你台湾平民政府呢啊，配合他们变作台湾民政府，所以双方呢啊讲好了以后呢，我们从那个时候啊，都改做台湾民政府。台湾民政府是什么时阵成立的？是2008年的2月2号，在台北。正式成立，同时迄个时阵哦，马上向全世界194个国家 announce 宣布。当然，那你宣布的时候，各位讲啊，我都拢唔知啊。你知啊，媒体拢嘛甲你封锁，那边何里知？但是咱甲这个全世界宣布的时阵哦，拢总迄当差不多五个国家有甲咱回应。当然，美国一定回应，他没有话讲，他一定要给你承认。啊，我人讲啊，美国承认怎么承认？啊，我都拢无看到报纸。很简单，咱是2010年的这个做九月七八啊，去美国，伊甲咱邀请伫美国的世纪饭店，什么叫做美国华盛顿是世纪饭店？世纪饭店哦，这是一个有 tradition 的一个饭店，就是几啊百年的历史的迄个纪念的迄个饭店，无真大，但是这个饭店呢，每一摆呐，白宫哦。伊迄个酒会要办，你若无伫白宫办的时阵哦，一定伫咧办，伫世纪饭店办。
这四季饭店啊，不是清清菜菜讲，你要去遐办酒会就当去办，不是讲我有钱我就当去办，不是安尼。四季饭店呢有历史，包括伊这个流亡呢，中华民国政府若要办酒会啊，嘛是同款。伊若无伫双向园，就是对，伫四季饭店。真济国家伫办酒会嘛是拢伫四季饭店。所以咱上台，咱嘛唔单只个四季饭店，咱是过美国以后2010年的7月4号，美国甲咱邀请讲吼，你可以民间会当伫美国华盛顿地区啦设立办公室啊，所以咱家去设立办公室，迄个办公室甲今日为止啊，要搁伫咧。欸，伫美国的税处唔是像台湾讲清清菜菜1000块、2000块呢，是那剩下爱几啊万块呢，所以咱这个office 到今日为止还在那裡。美国那时候美国这个办公室，那时候那个美国有要跟我们联络的时候，那不是跟我们这联络，他就直接配寄去这个华盛顿 DC 的 office 那个办公室。所以每一次呢，我们就固定一个时间，我们本来有一个驻美代表啊，现在驻美代表现在在台湾还没去，那每一次去我们都请人差不多一个月左右就去打开那个信箱，看美国有跟咱联络什么代志，所以咱是用这个管道和美国有滴联络。7月4号 ，office 成立，2010年9月8号呢，美国跟咱办公，你们可以来办一个酒会。你办酒会，他们讲吼，咱多开始的时候，咱嘛拢戆戆呢，因为你爱知影，中华民国从来无让咱台湾人去做外交官。你甲注意看，中华民国的外交官吼，做较大个啦吼。几乎无台湾人啦，阿扁啊，迄当阵是有啦吼，因为阿扁是台湾人，啊伊嘛你讲啊，台湾就安怎安怎吼，要那本土化。除了伊啊，即个做台湾人吼，伫中华民国的系统内底啊，都没有外交官。所以咱拄啊开始即个9月8号要办的时候，咱嘛他们讲，咱唔知要哪办呢？你想看卖啊？你敢捌看到一个酒会内底，80%以上拢是美国啊？啊，台湾人敢那少数几个，你捌看无？你从来没有，你真正无，我嘛唔捌。啊，咱嘛唔知咩咩办酒会，你若知影讲酒会变哪办，你举手。你知影变哪办酒会举手，我看卖有无？啊无啊，唔知影变哪办酒会，请你举手。反正拢唔知影嘛。啊，所以呢，咱当然咱嘛摸索啊。啊，所以呢，咱头一摆呢。因为他一摆咧办酒会，你看，为台湾去到美国一撮功夫吼，10几万呢，咱哪有遐侪钱啦，对吧？迄当吼，咱你征求讲，有啥物人要去美国参加酒会？无几个人，啊，所以咱派10几个尔，头一摆。啊，10几个去的时阵吼，拢爱自费呢。咱民政府吼，是足可怜的，咱即马也无税金嘛，啊，美国嘛也袂给咱钱嘛。有啦，一点点啦，广告费啦，啊，其他拢无嘛，啊，所以这个无的时阵，变成我们在这个环境内底，我们要茁壮，坦白讲哦，真是千辛万苦呢。迄啦讲无将来吼，这个历史咱无写给各位看，你若写给你看，你就知影讲哦，要是原来安尼会当变作政权哦，是很不容易，咱是算真伟大，对不对？啊，你们拍拍手，家己鼓励家己。咱敢若上课会当接到政权，这全世界无地好看的呢。敢若上课，安着接到政权，太简单了吧？啊，无太人遐其他国家安尼革命啦，要啊做示威啦，示威波嘛不一定会成呢。啊，革命嘛不一定会成呢。血流来的，白流嘛足多呢。啊，所以呢，在这个情形之下，美国伊去甲咱参加第一次的酒会，迄、那个国务院。国防部、这个司法部、CIA 就是中央情报局、国家安全局，五个单位派人参加咱的酒会。派人来参加的时阵吼，因第一不爱互你翕相，当然咱有甲偷翕啦，吼，咱家己翕啦吼。伊嘛唔知咱咧翕啦，咱常常拢有翕啦。伊名片贴出来，国务院名片贴出来，国防部名片贴出来，司法部。所以在这个在历史上，在这个记录上来讲啊，等于我们台湾民政府得到这个美国有关单位的承认。伊这个承认，唔是讲
正式宣布，因为其他无爱甲宣布，因为现主席中华民国2010年的时阵啊，中华民国伫台湾啊气势还是很高昂，啊，所以伫迄个时阵呢，美国用甲你参加集会代表承认，同时呢跟我们继续联络，所以咱呢这个也就啊2010年啊，甲一直2011年开始呢，我们开始啊甲美国谈判了，讲 OK。你台湾人要得到政权，要还给你，那你没有人，那有人去接政权吗？你感觉咱有人会当接政权有无？在座各位，讲政权要给你啦，要无？啊，袂举手。哦，恁足大胆的呢，讲敢若嘴讲较紧啦，要接政权，安尼就接无？没有那么简单呐，各位。没有那么简单，你跟他外交官你都不要走啊，你跟他要接建款，你怎么接？所以变成啥？我们要训练，用力要训练啊！所以咱就足辛苦呢。咱台湾去当中拢唔知啥物叫战争法，咱就一定爱吼为基础给你教哦。咱台湾唔是中国人，吼、哦、啊！咱台湾有台湾人的迄个人权，啊，一步一步啊，给你上课。所以小人叫你爱买一本册。上课三天，初级班、高级班六天，啊，你拢捌啦 ？No， 我讲一个简单的代志，互你听。咱的郡守，郡守，什么叫郡守？小县长啦。本来台湾是23个县市，啊，这个23个县市，咱即马改做啥？50个，按照人口比例，差不多50-60万一个郡。好、哦、来，啊，要做的人来考试。喂，考你家己哦，拢20-30分呢。大家嘛讲有通。我你有读无？有读几摆？两摆，真个假？无影无一只。所以来考啊，考什么物件？新台湾论，新台湾论内底讲法律，拢讲法考法律啊，够困难。哎、欸，有个人嘛是真嘛有一个啊，做那个东西嘛，已经考三摆啊，因为咱举行三摆嘛。伊甲我讲哦，哎、欸，人阮查某囝吼，迄、那个邮政特考哦，每一届拢状元呢。考咱的三摆拢无掉呢，咱头一摆考132个，27个通过；第二届98个，23个通过；第三届啊124个，25个通过，都多好50个。我们还有缺啦，我们还需要，所以我感觉咱这期哈，真侪拢头发都很黑啦，就是讲真少年，我鼓励恁来考郡守，2月。这个是22号，很好记，2月22号来考郡守，啊，去郡守来考试，免钱呢，哈、哦，礼拜六下午2:30，2点开始考，考2个小时，啊，个2个小时很简单，考啥？考选择题120题，是非题80题，啊，有简单不？简单不？你考我看卖啊！我跟你讲，我跟你保证，你若无读册呀，20分、30分尔啦。啊，我真足认真诶，50分呐、啊，才一考咧3摆以后，你叫我都考及格啦。因为啥呐？因为我们讲的都很简单，例如啦吼，我甲恁讲，例如啦吼，都每一次的考题都不一样吼。我即马讲诶未考啦，但是第一摆咱考一条，咱考啥呢？讲法理上，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，所以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。哦，你中你嘛错，我甲恁讲过啊。对不对？但是我跟你讲吼，迄一考落去吼，吼一半以上拢讲对。啊，但是即马我甲问过啊，伊讲吼，我看头一摆会对，佮看第二摆唔对，看第三摆对。啊，我都写，所以我讲选择题爱先写，啊，选择题用唔对个拍掉，啊对个再个写，安尼个上尾啊，你佮写迄个啥，迄、那个是非题，啊无你的时间绝对无够。我来叫人哦，考2点钟久呢，你没有办法提早交卷呢，啊呐，你写不完呢，我写完用时间2点钟，我教伊讲，哎嗨啦，我搁2-3张还袂写呢，咱每一摆考卷17张啊，你根本含坐标你都无法度做，对吧？因为17张你咩坐标，你要看隔壁，你写迄个张数跟你也无一定同款嘛，所以有简单嘛，无简单，但是是安那爱安尼考，因为你做郡守，而且有机会你是中央。啊，这个中央的时候，美国一定要跟咱谈判啊！啊，谈判的时候，人拢跟你讲法律啊，
啊，你呢，这里用感情的。台湾是台湾人，台湾人的台湾，台湾主权独立。啊，美国都不爱跟你讲啊，啊，就战争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法理的东西哈，因为台湾人过去从来没有去接触这一块，包括很主席他国际化的遐人嘛，也没有接触啦。啊，虽然在这种景和文呢，因为我接触的很深，而且我研究的非常透彻，甚至美国国防部都在问我，所以呢，在这方面呢，咱大家一起去共同研究。我希望讲，恁一定要有那本《新台湾论》，尤其这些年轻人哦，你唔通想讲你慢啦，哦，啊，你干那上课听听，安来来考试啊，三十分尔啦，哦，啊，课本摕去看吼，看头一摆看，看过跳五十分啦。如果看咧两届以上，差不多哈，才有六十分好当调啊，六十分不一定调呢，因为咱有当标准伫六十分，有当标准伫七十分，但是呐，七十分以上哦，差不多拢会调啦。所以我呢，鼓励咱各位哈，新台湾爱去看啊，同时呢，咱这个接受这个训练哈，咱这期是普通班啦哈，啊，二月七号、甲八号、九号这三天是这个做高级班，普通班呐。啊，二月14、15、16是高级班呐。啊，你呐还有时间，我希望哈，各位哈，我啊做鼓励各位啦来参加啦，因为高级班的课跟初级班是不一样，较深啦哈，比较深入。啊，当然啦哈，上课不是真快活的代志啦。啊，即马即节课呢，是我要甲各位讲，即、這个你即马看到头前的即个国旗，这是美国国旗。美国国旗呢，啊，咱从第一期开始修复的时阵，只要你受过初级班的训练，我们代表美国政府发即个美国国旗给你。蔡英文、苏贞昌，因这人去美国的时阵，美国拢送伊什么物件？国旗，送伊。这个国旗不是中华民国国旗呢，是美国的国旗，星条旗。想上这个国旗好耶，其实这个意义很多。你拢一理一个暗示讲，你今天台湾仍然是我美国军事政府占领中呢。想让那个来哦，两万平会当租给美国99年加99年，跟你讲我真清楚啊。就是，伊若讲是大使馆。你想看嘛？有迄个大使馆不会断交的吗？无一定呢。你敢捌听讲啊？做永远的大使馆无可能嘛？一定。你若讲两个伫起码外会断交嘛？所以吼、哦，各位你要知影，就是讲美国伫明的也好，暗的也好，一定甲你暗示几下摆啊。台湾是外占领地，啊，我的占领地，当然战争法有一句话，占领者的意志。就占领者，伊想要创啥？就是命令，就是命令。除非伊违反人权，哎、啊，违反人权，咱人遐狗哦。即马有国际法庭啊，美国的话，美国有司法单位，伊敢个狗。所以你啊看，咱以前我伫上课讲几啊百摆啊，要求美国讲，你袂当搁伫台湾征兵。后壁咱个，咱为两千零即个做，2009年开始呢。那个奥巴马公立啊，台湾就逐渐从2010年开始啊，就开始不爱征兵啊啦，哈、哦，没有征兵。但是我相信差不多半年前啊，中华民国诶，这个啊、这个啥，迄个国防部啊，佮讲吼，哦，兵员不够啦，伊要征兵。我唔知道你有看咧报纸无？甚物佮征几年？我伫这个所在佮佮讲一摆，如果你今天征兵，我明天就告奥巴马。我相信你有听到啦。所以伫漳州即搭吼，啊，做国防部甲即个做马英九吼，佫出来讲哈，我们绝对不会征兵，伊唔敢啦。你征兵，我真正马上佫甲告。你唔能，诶，美国人对美国人真简单呢，用告就对啊啦。因为美国是一个司法、行政甲即个立法是独立的一个单位，所以伊若做唔对，你甲告吼是上界有效诶。所以。伫今日呢，咱这个旗子要发给各位吼，啊有几个代志要甲各位交代。第一，你国旗摕上去，拜托你甲挂起来，但是呢，唔通用德国，因为美国人讲吼，恁台湾有一句话，德国到，
啊，你菜刀下骹搁甲挂美国国旗，不像话哈、哦。所以你唔通甲挂迄个用用德国吼甲挂。但是听明听明讲吼，咱高沙洲捌甲邀请去吼，啊因超工用德国呢，啊德国我看袂出来，啊德国吼甲擦金金安尼吼，啊甲挂起來，我真水啊。杨秘书长，我这是德国，哎、欸，我这是竹竿的。好、哦、啊，但是哈、哦，他们讲是很漂亮的哈、哦。但是既然人安尼讲，我就一定要跟你转达啊，恁、哦、能用德国。当然啦哈、哦，咱这里、個、这里、個，咱第二届的学员哈、哦，咱头前看迄金美家哈，这是同座的啦。这档哈、哦，但这不是同座哟、哦。那同座也无可能，什么四百块两，无可能哈。这不是，但四只老鹰啊，是活的，你知不知？四只老鹰会飞哦。你若不像你甲挂出来吼，隔顶下你看，迄老鹰无去啊，啥啦，风北去啦。这只老鹰真水啊，这只老鹰很漂亮。所以这个是迄个啊，做咱的同心哦，用迄个啊做塑胶射出，哎咩，塑胶咩啥物物件都，哎，就迄种的，迄种的，遐都诶质地哈，啊做做诶，啊这是三节可以伸缩。你可以你自己家里有竹竿哦，唔，竹竿啦，迄个做竹诶旗杆啦哈，你唔免阁买啊。啊，你若无诶吼，我是望恁买啦，好吧哈，因为安尼靠啊。啊，恁美国国旗是免费啦，来，我希望恁玩了几面诶，迄个做台湾民政府的旗子啦，因为今年你会用得到啦。今年的六月到八月哈，美军进来的时候，希望恁两个旗啊拢甲挂出来。咱这个呀，做咱诶，恁来诶时阵吼，门口也阁无。迄、那个啊，做四根旗杆啊，咱即摆已经做起来。迄、那个真悬的旗啊，吼、哦，恁等下恁看到，今日的12:30提早照相，听清楚啊、哦，唔通没有照相哦，嘿，12:30提早照相，因为啥啦？因为咱今日有发个法理点招，有200几个学员要倒登来，啊、哦，迄是啊做第一届到第五届，哈、哦，因为倒登来。啊，法理人招呢？今日早起的9:30要倒转来，所以，咱就是这个今日的12:30啊，12:30吃过饭以后呢，伫大门口要拍照。你若无翕到，我感觉你以后要来补照，安尼袂好啦，一半个完成啦哈。12:30我们要拍照，好，一记哩哈，12:30拍照，啊，嘿。Walking， 你喜欢哪一个在左边就哪一个在左边，哪一个在右边就哪一个在右边 ，Long Walking， 不统一是安尼啦吼，咱很注意，你着看，你着照这个嘛。美国国旗伫左边，面向左边啊，民政府在右边嘛，哈、哦。你家己去看哈、哦，你其实我是感觉迄无差啦，迄文中国文化，拢在啥物人左边较大啦，正边较细啦，无迄个代志啦，两边变大啦，对吧？啊，阿公什么人较大？变大，无定某搁较大呢。好，来，啊，即摆哈，恁迄个国旗贴上去哈，万一你迄个国旗呐去有风，甲你扇歹去啦，还是垃圾去，听清楚哈，拿回来换免费。但是咱台湾民政府歹势，迄都爱出钱啊，因为。嘿，台湾民政府咱无遐侪钱来送啦，吼、哦！所以台湾民政府的旗啊，恁爱家己买。啊，那美国国旗派去垃圾去，提上来换，免费换一个。啊，再有真侪人等伊吼，恁恁等下会挂无？会挂下手？真俩假啦，好。啊那有诶吼，有诶吼。歹势嘛，吼、哦，讲哦，阮即摆美国旗啊挂起，阮出去八月讲你读个歹，啊，所以歹挂，啊，才挂你厝内底。所以我系讲吼，你若挂歹去，我听清楚，挂歹去，垃圾去，摕转来换，免钱换一，换一面给你，安尼好唔好？好来，咱即摆为这边来排队啊，摕了爱签字啊嘿，来为这边，从这边开始。
1月31号，就是这个农历的初一哈。1月31号初一，联合报跟中国时报的头版、头版，有咱台湾民政府的形象广告啊，台湾民政府形象广告1月1号。所以你若有时间啦吼，一旦去买来看，但迄间的报纸我估计是无真济啦。伫 Seven Eleven 啊，是迄、那个做超商拢有，你可以去买哈。啊，这个也做，你若买无的，你一旦去咱的办公室摕。好、啊，咱每一个6个州的办公室啊，我们都有报纸，有几千份的报纸底下，你可以去拿，啊，免费可以去拿哈。1月1号，不是1月1号啦，1月31号啦哈，1月3。你当去摕吼，啊，一人会当摕一份尔吼，因为今日啊侪人吼，啊你一人刚摕了来不好，会当摕来看，那是一个形象广告吼。啊，想要做形象广告呢，因为针对这个外口有真侪人，毋是真侪人啦。坦白讲，就是遐讲啊，做这个做所谓的那个政治上的敌人啦吼。因为吼，因一直讲啊，做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，台湾独立啦，这类的吼。会讲咱是啥物诈骗集团呐？吼，啊，你会当甲伊讲吼，啊，奇怪呢吼，啊，你去台湾民政府，我问各位，台湾民政府有甲你募款1元以上的，请你举手，啊，无的，请你举手，多谢吼，恁来讲是对呢，没有给你募款的诈骗集团足厉害啦吼，啊，不是讲没有募款的诈骗呀，你来佫送你国旗呢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爱知影就是讲吼。过去因为台湾这个民主运动内底吼，拢是你靠募款，叫你募款，叫你去示威，你互你两枪卡，互你行到转去吼，你就袂改变啦。但最变做八年的总统，李登辉13年是连做伙呢，21年拢台湾人在做总统呢，台湾人做中华民国总统，啊有改变无？没有呢。啊，连做迄个地位啊，愈来愈退步。所以你就知影讲吼。经过21年，你来知影讲，过去迄步啊，拢是无效的啦。啊，若无效的，你阁行迄种什么意思？你都爱行法律，敢那好心吼，看到外口，啊，遮尔啊水，啊，好心要甲飞过去。当然，好心这个比喻不一定对啦，但好心真简单嘛。啊，好心要甲飞过，啊，飞会过无？飞袂过，是安怎？有玻璃啦，迄、那个玻璃砸伫头前，你看袂到啦。那就是法理啦，啊，所以你变啊，变个飞过，很简单，你就绕一个道，为边啊飞，你就飞过啊，啊，真简单嘛。所以，咱知影，咱的本来有一个老师是啊做电子宅吼，伊是迄个1970年的时阵，甲蒋经国开枪迄个人啦，伫美国甲开枪迄个，本来是弄来伫上课，啊，但是伊即马拢搁等于啊做啊瑞典，啊，等于瑞典。所以呢，伊即马煞无伫上课，啊，无伊那大概上课拢伫讲哦，啊，原来遮尔简单，台湾的地位就正常啊，啊，就当变做一个国家，啊，唔着做了，惊唔着去。所以我相信咱的遮上课遮老师吼，拢会甲恁讲，啊，恁呢，他们讲吼真认真，但是我会当甲各位讲，你在遮上这个法律吼，上法律以后，你报纸你也要看，吼，啊，因为即马时间已经超过5分钟啊，我不爱。耽误咱个后壁即节课个迄个啊，做讲师个时间。啊，我今日讲到遮，我下晡点半还阁有课嘞。迄阵则过来讲，多谢各位，谢谢。各位同学，下课休困10分钟。